我现在用一个旁劲，我这手搭，他这手粘我，不等他粘上，子丑一合出旁劲。他刚一粘，我就一想命完，他就起来了，我就放，由子到胯去。 是吧？行，嗯，这叫全凭心意用功夫，不是力。用力不是太极。大家要注意，练拳的时候你自己要一使劲，自己检查，自己检查，这是不是太极劲？无需再求。大家听着，你看。 他这手来了，这手粘，等这手走，你看，让它空。我这手就不能再动。拳谱中说得好，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秒。不随身患，身随不走。我这样要使劲，这叫双重。 双重之病为物耳，每见数年成功，不能云化者，率皆自为人质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练很多年太极拳了，不要跟人比手，一比手就挨打。什么原因？双重之病为物耳。一赢，这是对抗，他这手有力。 就走这个，粘这个，这会惯。大家看得清楚吗？千般用，一旦无常，经济船失掉，万事休，就挺了，挺就回去。